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系统总结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撰写出了《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融理、法、方、药于一体，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尊称为医圣。唐宋以后，《伤寒杂病论》分为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大家好，我们接着上课。我们上次课的最后，关于脏结症没有讲完。我们说脏结症是内脏阳虚、阴寒内凝、正衰邪实的一种症候。脏结症还有一条原文，这就是第167条。打开讲义79页，看167条，病邪下素有脾，连在其旁，痛饮少服入阴津者，此名脏结死。病人平素胁下有脾块，《伤寒论》里所说的这个脾，在许多情况下它是指的一个自觉症状，就像我黑板上所说的，是指的心下，也就是胃脘部自觉堵塞不通的自觉胀满堵塞不通的一个自觉症状。但是在167条所说的这个脾，不是一个自觉症状，而是指的一个肿块。要注意啊，这个脾是指的一个肿块。这个胁下素有脾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肿大的肝脾啊，肿大的肝脏和脾脏，连在其旁。我们在城里很难见到这种病，特别是在寄生虫病发生的地方，那个有时候那个脾的脾大到什么程度呢？脾能够大过，脾不是在左侧吗？能大过脐中线，跑到脐中线的右侧来啊，重巨大的肝脾肿大。所以这里所说的病邪下素有脾，连在其旁，这就是那个巨大的肝脾肿大。这是病程日久，寒积内凝，气血壅结所造成的脏结症吗？病程日久，寒邪内凝，气血壅结啊，壅滞的壅，结是凝结的结，气血壅结所造成的。连在其旁，肿块连到其旁，当病症发作的时候，这个肿块疼痛，痛饮少服，就是肿块疼痛一直连接到少服部也疼，疼痛向少服部放散，疼痛向少服部放散，连接到少服部疼痛入阴津。阴津大家看注解，是指外生之气。所谓入阴津，是指的使阴津挛缩啊，使阴津挛缩。因为叫阴津，所以这个症候也叫缩阴症。因为这种病症呢，多见于男性，男性的睾丸，男性的阴茎啊，缩到腹部，这是由于腹部经脉的剧烈痉挛给牵引进去的，所以叫痛饮少服入阴津，使阴津入。而男性的外生之气呢，又叫阳聚，所以有的书上又把它叫做缩阳症。缩阳症也罢，缩阴症也罢，都是指的使阴津挛缩。此名脏结死，说这就是脏结它的预后不良。这个症候是内脏阳衰，阴寒凝结，气血壅滞，气滞血瘀，最后呢寒邪很盛，使三阴经寒凝痉挛疼痛，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古代应当说这是一个由肝脾巨大肿大的一个病症病程晚期以后所出现的一种症状，血瘀、阴血枯竭、真阳衰微、经脉痉挛一个症状，所以它的预后是不良的。可是就是《伤寒论》提到了痛饮少服入阴经者死，今天我们在临床上看到某些素阴症或者素阳症之后，无论是病人自身还是病人的家属都惊慌失措，认为这东西一缩回去就没有命了。我们前几年遇到过好几例这种的病人，然后病人的家属和病人自己都惊慌失措。可是这些病呢，我们前几年遇到的这些病呢，它都没有胁下素有脾，它都是新得的病。那么新得的病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有的是下河捕鱼着凉，有的是房事过度，有的是房事过度之后呢又马上是游泳啊等等的着凉所造成的，引起一时的肌肉痉挛造成的这种症候。所以这种症候我们医生心里应当有底数，它还不是死症。我们遇到的那几例病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救治呢？实际上点上三根艾条四根艾条一块点燃，然后让他的家属灸会阴穴，灸少腹部关元气海穴，灸上他三四十分钟，慢慢慢慢的肌肉痉挛就缓解了。用药的时候呢，就用一些这个助阳的散寒的，有的人舌苔很厚腻，加上一些化湿的药。脏结症仲景没有提出具体的治法，我刚才所说的大剂量的就是多条艾条来灸，也不是指的脏结症，那是指的单纯的素阴症或者叫做素阳症。那么对于脏结症来说，特别是167条，这是个巨大的肝脾或者是肝脾的肿瘤肝脏的肿瘤都可能导致这种情况，那么病应当是比较重的。所以仲景一条说难治，一条说不可攻，一条说死，可见脏结症是一个比较重的症候。脏结症放在这里主要是和结胸症相鉴别，和心下脾症相鉴别的。脏结症我们就学完了，下面我们就谈脾症。症也叫心下脾症，心下脾它是一个自觉症状，它是以心下胀满堵塞不通，心下脾是心下胀满堵塞不通的一个自觉症状。如果一个症候它是以心下脾为主症的，我们就把它叫做心下脾症。如果一个症候呢，它在它的病程中可能会见到心下脾，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把它叫做脾症，只不过这个心下脾是在某一个症候中的病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个兼症，所以这种症候我们不把它叫做心下脾症。比方说我们在前面学过的桂枝人参汤症，它是里虚寒的下利又兼有表症的发热，仲景把它叫做邪热而利，因为里虚寒的下利它有脾阳虚、脾气虚、运化失司、升降紊乱、寒湿内凝，寒湿凝滞之后呢使中焦气机不畅，可以兼见心下脾硬。我们没有把它归属于脾症的范畴，是因为那个心下脾硬在桂枝人参汤症中仅仅是可能出现的兼症，而不是它的主症，所以这个概念我们应当清楚。我们在学太阳虚水症的时候提到过五苓散和湿疹症，那五苓散症是外有表邪内有虚水，水虚下焦，膀胱气化不利，下面有小便少，上面口渴、消渴、烦渴，渴欲饮水。因为膀胱气化不利，水液不能外排，下窍不利，水邪上逆，然后阻滞中焦气机，可能兼见心下脾。尽管后世有人把它叫做水脾，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把五苓散症叫做心下脾症。原因就是诊断五苓散症主要是小便不利、小便少、口渴、消渴、烦渴，可以饮水，而不是因为有心下脾我们才诊断五苓散症。
给这个概念基本明确了，我们下面讲脾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必须是以心下脾为主症的一组症候。先看151条，脉浮而紧，而腹下之紧反入里，则作脾，按之自软，但气脾耳。这个如字，我在这里读软字，为什么读软字？它实际上就是个软字。这三个字是一个字，最古的时候呢是这么写，后来呢改成繁体字是这么写，现在呢是这样来写。好，这个关系我们搞清楚。这两个字是一个字，这个虚字既可以写儿字底下一个大字，这两个字可以互写。我们接着加偏旁，这两个字又是一个字。我们现在改偏旁，这个字把偏旁有三点水改成个车字，这两个字是一个字。那么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吗？这个写成这个如字为什么可以是同一软字呢？就是这样变化而来的。按之自软，但气脾耳。心下脾它只是一个气机的壅滞，它只是一个气机的壅滞，它不是有形之邪的阻滞，所以它和结胸症不同。结胸症是心下痛，按之实应，在这是说按之自软，只不过是气机的体色、气机的壅滞罢了。这是讲心下脾的特征，和结胸症相比较的。我们翻回来看它的成因，脉浮而紧，这是太阳伤寒，而腹下之你反而用了下法，紧反入里。这个紧反入里是指着邪气入里了，邪气入里就形成了心下脾。我们现在再和第72页131条相联系，72页131条说，病发于阳而反下至，热入阴则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至，则作脾也。这个阴阳怎么来解释？我们在前面那次课讲131条的说，按照传统注家的说法，病发于阳是发于太阳，病发于阴是发于太阳之外的里，里症有可下的，有不可下的，所以里症不可下的症候，物下就可能造成心下脾症。我们当时也说了，和引用了第七条，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也有人把那个阴和阳解释成三阴三阳，解释成太阳少阴，解释成伤寒中风。所以对阴阳的确切的含义的解释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依是从。如果我们把151条所说的脉浮而紧，而腹下之紧反入里则作脾，是指的太阳伤寒表实症，再看131条病发于阳，那就应当是指的太阳中风。太阳中风症物下热入就做结胸，并发于阴，那就应当是指的太阳伤寒。太阳伤寒症物下就会造成心下脾。所以如果是说研究伤寒论，研究它的文字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抠，以151条
反正131条的那个病发于阴，就是病发于太阳伤寒啊。这是一种研究伤寒的纯做文字的研究的一种方法，但是在临床上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做。你只要有这个症候，我们就用这个方子的治疗，就用这个方子治疗。至于这个症候到底是病发于里物下而来的呢，还是病发于太阳伤寒物下而来的呢，关系都不大。我们的人体，这属于上，这属于下，这属于中。中焦这个区域，我们把它叫做半上半下。人体心火的下焦，肾水的上奉要通过中焦，胃气的降浊，脾气的升清要通过中焦，肺气的肃降，肝气的生发要通过中焦。所以中焦这个部位是人体阴阳气血水火气机升降的枢纽。中焦是人体阴阳气血水火气机升降的枢纽，而且中焦胃气对人体阴阳气血水火气机气机的升降有主动的调节和控制作用。中焦胃气对人体阴阳气血水火气机的升降有主动调节控制作用。这个作用叫做胃气的涡旋作用。这个作用叫做胃气的涡旋作用。涡旋这个词我们今天在报纸上经常看到是外交中常用的。如果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什么贸易的纠纷，然后常常会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总统，在这两个国家都有一定威望的，那么他在今天访问这个国家，明天访问那个国家，在中间进行协调，所以涡旋就是一种协调作用。你别看中焦胃的降浊脾的升清，它不单纯是对消化系统机能的一种影响，它对全身气机的升和降都有调节和控制作用，这个作用就叫做胃气的涡旋作用。好，首先我们明白了中焦是人体的一个枢机，是人体的一个枢纽。什么枢纽呢？是半上半下之枢纽，叫做半上半下之枢。调节半上半下之枢的主要是依赖胃气。别看胃气的降浊只是把饮食物让它通顺下行，实际上胃气降浊的这个功能对全身气的升降都有调节和促进作用。你看那个胃气上逆的恶心呕吐的人，手脚也冰凉了，全身脏腑机能也混乱了啊。所以到了厥阴病篇我们会提到啊，这个少阴病手足厥冷吐利
四逆烦啊，当胃气虚，或受邪气的干扰，或者是单独的胃气虚，或者是单独的受邪气的干扰，或者是两个因素都存在，当胃气虚或受邪气的干扰，使中焦涡旋失司，枢机不利，则气壅滞于中焦，而成心下体，所以心下体就是这么形成。尽管病人感到胃脘部堵塞，胀满不通，医生要用手按压他的上腹部的话，仍然是柔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仅仅是气的壅滞，而没有有形止血的组织。所以《伤寒论》的151条说：“按之自软，但气疲耳。”下面我们就看心下体的具体的分类和症治。第一个，看154条，心下体按之软，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有心下体硬，有心下体满这样的一个自觉症状，医生自然要用触诊的方法按压他的上腹部，一按按之是柔软的，这显然是气机的壅滞。寻求这种气机的壅滞的病机，其脉关上浮，关脉是后中焦的，这个浮没有恶寒，没有发热，没有脱相降痛，所以它不是主表，而是主热。这种主热的浮脉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轻取即得，重按滑硕有力，是因为热盛鼓动气血，气盛血壅，血管扩张所造成的。这又是浮脉主热，我们第几次遇到了？小泻心汤证脉浮滑，现在是大黄黄连泻心汤证，关上浮，寸脉尺脉都不浮，提示热在中焦。这是污行邪热流扰中焦，污行邪热流扰上焦的是虚烦症，污行邪热流扰中焦，使中焦涡旋失司，枢机不利，而形成了心下痞。这个心下痞，后世医家把它叫做热痞，这是纯粹是由于邪气干扰所造成的。治疗用大黄黄连泻心汤泻热消痞。为什么叫泻心汤？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做中脘者泻之以内，所以这个泻不是指的通大便啊，中脘者泻之于内，气机壅滞在中焦，中焦胀满了，你就给它在里头通就可以了，所以把它叫做泻心汤。这个心不是指的心脏，而是指的心下，指的胃脘部。大黄黄连泻心汤只有两个药，代黄二两，黄连一两。大家一想，既然是污行的热流扰中焦，暗指心下软，为什么还用代黄啊？代黄是清热泻实的呀，他用代黄在服用方法上就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服用方法。上二味以麻沸汤二升自知，须欲绞去子，分温再服。麻沸汤是什么？我们讲义上注是滚开的沸水。可是我仔细琢磨这个话，好像有点重复。
门一开，进来一个男小伙子，大家都笑了啊。你说滚开的沸水，沸水就是开的啊，滚开的沸水，难道还有冰凉的沸水吗？那是凉开水。但我觉得这个词有点别扭，我们要改的话就改成正开的水或者正沸腾的水，这就说得更明确了。正开的水啊，正沸腾的水，为什么把它叫麻沸汤？因为正在沸腾的水，水面上有许多小气泡，所以就把它叫做麻沸汤，也实际上就是用开水来浸泡，二升自知来浸泡，泡多长时间呢？需泡不要太长的时间，实际上最起码的泡5到10分钟。不过你再泡的时间长，它水温降低了，它也提取不出其他的更多的有效成分。我们临床泡10分钟就可以了。分温再服，水上面的量是两次治疗量。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做的目的是取在房的寒凉之气来清中焦无形之热。我们是取带黄清热的作用啊，带黄气寒苦泻，味儿苦，苦是泻下的，寒是清热的，取其寒凉之气以清中焦无形之热。薄其苦泻之味，不取它这个后味儿，薄其苦泻之味儿，以防直下肠胃。这就是虽然用了带黄，但是用带黄目的在于清热而不在于泻下，在服用方法上就用开水泡一泡就可以了。确实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用开水浸泡5分钟，你再泡的时间长了呢，也还是这样啊，5分钟10分钟就可以了，再泡15分钟，水温降低了，它其他的泻下成分它也提取不出来，它有很好的清胃热的作用，还有很好的解酒的作用。这个我们学校有许多韩国同学，韩国同学特别特别的爱喝酒，所以在韩国呢，他那个白酒里头都兑上水啊，因为怕喝酒多了之后呢就被醉了，醉了就容易惹事，所以韩国通行的这个酒啊就在白酒里面兑上水，所以你喝韩国那个白酒是一点一点的不好喝啊，尽管我不喝酒，我喝他那个兑水的酒就不好。所以韩国同学来到中国之后有不兑水的酒，那简直他这个太好喝了，中国的酒太好了，所以每一次喝都喝醉了，喝醉了同学们怎么办呢？泡大黄喝解酒，这是他们的一个办法。带黄这个药煮10到15分钟，泻下作用最好啊，持续加温在100度左右，10到15分钟泻下作用最好。你如果持续加温煮到半个小时以上，泻下作用不仅不提高，带黄中的鞣酸被提取出来了，鞣酸它是止泻的，哎，泻下作用就很差了。过去我治一个胆道结石的病人，我那个方子没有写大黄好下，药方也没有单包开，他胆道结石发作，我用的大柴胡汤加减，带黄开始用10克，他平素就大便干燥，他说我这个大便没有反应，没有泻下，我就用到15克，哎，他说还没有反应，我就用到20克，他说这次呢大便就拉了一次，后来还是干的，我就用到30克，居然还没有攻动他的大便。我突然意识到，我说我就问他，你这个药是药房煮的呀还是你自己煮的？他说我自己煮的。我说你怎么煮的呢？药在一块煮。我说你煮多长时间？说他们说了，这个药煮的时间越长的效果越好，我每副药第一次都煮1个小时，第二次都煮半个小时。我说怨不得，怎么30克大黄还不泻下，你把那鞣酸都提取出来了，还反而色长了。所以我后来告诉他，你这个药绝对不能煮这么长时间啊，
我说其他要煮半个小时，当煮到15分钟或20分钟的时候，代黄后下。这次我用的是10克代黄，就让它拉了一天啊。所以可见代黄中的有效成分，你想让它干什么，主要的时间上要区别开。所以我很奇怪，用了30克代黄了，怎么能不泻下呢？原来它第一遍就煮一个小时。这是大方黄连泻病汤第164条：伤寒大夏后复发汗，心下脾恶寒者，表胃结也，不可攻脾，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脾。解表宜桂枝汤，攻脾大黄黄连泻病汤。这是一个热脾的病人，又兼有表症。心下脾是热脾，恶寒是有表症。我们说表症兼理时，应当先解表后攻脾。心下脾症是无形邪热流扰中焦，对于热脾来说，它还不算有理实啊，它还不算理实。但是它这个理症呢，需要用大黄黄连泻病汤。尽管我们在吃这个方子的时候用开水浸泡，不取代黄的泻下作用，但它毕竟是一个攻理的药，用上代黄就把正气撤向了体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先解表后治脾。解表用什么方子呢？不能用麻黄汤，用桂枝汤就可以了。攻脾呢，用大黄黄连泻病汤。这就强调了表症兼热脾的先解表后攻理。下面155条：心下脾而腹恶寒汗出者，附子四件汤。心下脾是热脾，无形热邪流扰中焦，干扰了中焦的涡旋作用，使气机壅滞于中焦。这个恶寒和汗出是肾阳虚，表阳不固，它在汗出。肾阳虚，表阳当然就不足了。肾阳虚，表阳不固，就会有汗出。肾阳虚，表阳不足，温煦失司，它就有恶寒。你怎么知道这个恶寒汗出不是表症？它没有发热啊，它没有发热，它也没有外出。所以这个肾阳虚，表阳不固，则阳不摄阴而出现了汗出；表阳不足，温煦失司，就出现了怕冷。对于这个病人来说，中焦有乌行之热，下面肾阳虚，外边有表阳不固，寒热错杂，仲景用了附子泻心汤，寒热同治。附子泻心汤，寒热同治。附子泻心汤由代黄、黄连、黄芩三个药，是清中焦无形之热的。用附子一枚泡，去皮别煮取之。别煮是另外煮，别煮是另外煮，另外煮取药之。代黄、黄连、黄芩这三个药，我们今天把它叫做三黄泻心汤。以此推测，前面的大黄黄连泻心汤似乎应当有黄芩啊，应当有黄芩。只不过它在特殊的时候，或者是磕丢了，或者是什么原因，因为附子泻心汤里头代黄、黄连、黄芩这三个药都有嘛，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就有三黄片。这三个药要清中焦无形之热，所以上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汤2升自制。要清无形之热，所以要泡三黄，三黄要用开水浸泡。而附子呢，另外煮，煮了之后取药汁。附子为什么要另外煮呢？因为附子这个药，它温阳散寒，可是它里头有乌头碱。乌头碱是容易使人中毒的，最轻的容易使他嘴唇发麻、舌头发麻，严重的可以导致呼吸机麻痹而死亡。
据说古代的一些毒箭就是用附子，就是用乌头做成了寝液寝泡以后啊，来抹在这个箭头上，泡这个箭头，然后射中这个动物之后，那么动物就被麻醉，而麻醉就昏过去了，射中人之后人就会中毒。所以附子的中的乌头碱是有毒的，这种乌头碱怎么样才能够被破坏呢？必须在高温下才能够被破坏。所以我们一般的习惯，要是泡附子用十克的话，它的乌头碱含量也有限，我们煮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是用十克以上，比方说附子用上30克、20克、30克，我们一定要煮一个小时，煮一个小时以上。原来我们东直门医院有一个老大夫，他特别善于用附子，他是治痹症为特长，治疗痹症呢，他常常用乌头用附子，附子一般都是用30克，有时候还用60克。他过去用药的时候，我跟他抄方，用30克的时候，他让病人一定要煮一个小时；要用60克的时候，他让病人一定要煮2个小时。病人就说了：“大夫，那我们煮着煮着药汤子给煮干了，你想这2个小时要耗好多水啊。”他说：“那我们是加凉水啊，是加热水啊？”我们这位老师特别小心谨慎，他说要一加凉水的话，温度一低，乌头碱破坏的这种持续的破坏乌头碱的这种啊效果就达不到，说你这边要做上一壶热水啊，要加水的话一定是加热水，怕这个水液的温度能够降低，所以他特别小心谨慎。后来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饺子，一个大锅煮饺子，要煮上1斤饺子呢，5分钟煮熟了，要煮上2斤饺子，难道我们要煮10分钟吗？好像也是5分钟就有煮熟了，当然有个前提，这锅要足够大。我就觉得老师，60克的附子不需要煮2钟头，我觉得1个钟头也就可以了。30克附子你在锅里头煮，能够达到把乌头碱破坏的作用，60克的不是1个小时也能破坏吗？可是我们这个老师脾气很怪，我不敢直接这么说。有一天我们一起看病，还有一个师兄和我一起实习，然后我就给师兄出了个题，我说：“师兄啊，你说咱一大锅水煮饺子，如果是1斤饺子煮，你一般用几分钟啊？”师兄特认真：“哎呀，我煮饺子一般5分钟，咱们捏的饺子5分钟就煮熟了。”我说：“这个锅要足够能够盛下2斤饺子的话，你几分钟煮熟啊？”他说：“哎，2斤饺子我也5分钟煮熟。”所以那位师兄也以为我在咨询煮饺子的事情，可是我们这老师很聪明，听了之后眨巴眨巴眼，二话没说。第二天开始，他开60克附子的时候，也让病人煮1个小时。所以我想，乌头碱的破坏啊，煮附子的话，不管你用多少，但是一定要有足够的水，煮1个小时就可以了。日本人他用高压锅来煮附子。高压高温20分钟，不管有多少都可以了，把乌头碱就都破坏掉了。所以附子要专煮取汁，防止乌头碱中毒。大黄、黄芩、黄连要另外浸泡，不可以提取大黄中的那个泻下的那些苦味，而只取它寒凉之气来清中焦乌行之热。所以附子泻金汤是一个很特殊的，在主要方法上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方子，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掌握。应当说附子泻金汤它所治的这个脾症仍然是热脾，而不是寒热脾，它只不过是热脾兼有阳虚啊，热脾兼有阳虚，所以在治疗上才寒热并用。这个关于心下脾症，我们今天这个不可能谈完，但是我想呢，149条以后讲的是半夏泻金汤症、生姜泻金汤症和甘草泻金汤症。那么这3个泻金汤症呢，他们的病机相雷同，都是胃气虚，又伴有邪气的干扰。他们的病机相雷同，都是胃气虚又伴有邪气的干扰。半夏泻金汤症呢是伴有痰邪的干扰，生姜泻金汤症呢是伴有水邪的干扰，
甘草心印汤症呢是伴有外来客热的干扰，他们的临床症候呢都有中焦气机壅滞的心下脾胃主症，同时呢又有胃热气逆的胃气上逆的表现，或者呕吐，或者肝嗳实嗅，或者肝呕心烦不得安，同时又有脾寒气陷的表现，肠鸣下利，症状表现雷同，病机相接近。所以当我们下次课要学习这三个方证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事先预习一下，以免我们讲的时候大家对他的病机、对他的适应症、对他们三个方证之间的鉴别能够容易掌握。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课，谢谢大家。